在我来之前呢会有担心的，因为呢温哥华对我来讲挺陌生啦，我没什么朋友啦，咁惊住即系会唔习惯啦，同埋最担心是因为我没有工作，嚟到呢边咧可能要由头嚟过啦，咁完全是冇谂将来会怎样，只可以见步行步啦，咁同埋即系情绪上面都会惊寂寞啦，咁又惊自己唔适应啦，好多嘅忧虑嘅，但是其实可以逐一解决嘅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咁啊，問題咧就會慢慢一步一步解決噶啦，所以其實咧係唔需要擔心咁多嘅。點解我會決定移民嚟加拿大？其實咧我本身咧喺加拿大嘅渥太華咧讀過書嘅，咁我本身都好喜歡加拿大嘅，亦都好接受呢度嘅文化啦。咁啊，加埋咧當時我嘅男朋友咧都係加拿大人，咁佢咧就已經喺加拿大咧生活咗好多年噶啦。咁當時我哋係決定結婚嘅。咁我哋会谂，如果咧我真系结婚会有小朋友嘅话咧，加拿大咧系一个几适合小朋友成长嘅地方啦。所以最后咧就决定移民过嚟加拿大。当时我心情好复杂嘅，因为我觉得我喺香港嘅事业咧做得唔错，开始有啲成绩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又唔舍得我啲朋友啦，同埋我嘅屋企人啦。咁所以嗰时都挣扎咗好耐。但是又在想，如果一个人生里面其实很短暂，如果给我有机会可以试不同的东西，譬如试下在其他不同的地方生活，我相信对我来讲都是可以丰富我人生的经验，所以我最后都是决定移民。在香港和在加拿大的生活的确是会有很大的分别的。首先讲一下香港先，在香港咧个生活节奏咧就好快嘅，而个生活咧都好紧张嘅，因为咧个个都好搏命咁去搵钱啦，为咗供楼啊，为咗供车啊，生活啊咁样啦。咁而喺加拿大咧，相信嗰个生活就比较系慢好多啦，亦都冇咁紧张啦。咁当然啦，香港搵嘅钱咧系会多啲，咁喺加拿大搵嘅钱咧可能相对就冇咁多啦，但系都系足够嘅。而我咧喺香港都生活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啦，咁我都好想试下我嘅人生喺第二个地方去发展，睇下会唔会俾我有一种新嘅感受啦。咁所以我选择咗加拿大咧，都希望可以有一啲比较平衡啲嘅生活啦，同埋悠闲啲嘅生活啦，咁样。同埋我觉得健康好紧要啦，咁喺加拿大应该个生活比较慢啲，应该可以健康啲嘅。我最挂住香港啲乜嘢？咁啊唔使讲，梗系挂住啲朋友啦，同埋亲人啦，同埋香港嘅人情味。呢样嘢咧唔容易揾得翻嘅。咁啊，仲有咧好挂住香港嘅美食，因为实在咧香港太多好好嘅嘢食啦，好多老字号啦，喺呢边应该都食唔翻噶啦。同埋我好 miss 咧香港人做嘢嘅干劲啦，同埋佢哋嘅魄力啦、毅力啦。真是香港人才做得到的，我很欣赏这件事的，相信我也很 miss 的，希望自己可以在这里生活之后呢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啦，尽量适应这里的生活啦，这里呢也都是有很多很值得欣赏的地方的，慢活一点啦，个人的心情又没那么暴躁啦，同埋多啲時間去思考啦，同埋欣賞下大自然啦。仲有最緊要係，我覺得即係呢度加拿大咧，對於小朋友嘅成長會係好嘅，所以我咪揀咗呢度咯。其實移民咧係需要好多錢嘅，同埋你會帶好多錢過嚟。咁喺一個陌生嘅地方點算咧？但係如果你揾到一間好可靠又好帮到你的银行咧，的确咧系会令你展开新生活的时候咧系容易好多嘅。同埋如果呢间银行咧可以提供好的服务同埋好的产品，就会令到你更加舒服、更加轻松啦。唔单止系咁，而家边无推出迎新奖赏优惠。当你开一个新账户的时候，就可以获得价值600元的迎新奖赏优惠，其中包括现金奖赏和月费优惠等等。还有啊，
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手机费用是非常之昂贵的， data 就成日不够用。但是现在当你开启一个 BMO 新账户的时候，就可以获得 Chatter Mobile 的数据奖励。成功开启之后，每个月会额外送你3GB。只要你是5年内移居加拿大的人士，那就符合获得这个优惠啦。申请办法很简单，只要你 click 入去这个网址，填好资料之后，那就可以获得这个这么正的优惠啦。移民是一个很大的抉择，没人会知道是啱抑或是错。当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来过，离开自己习惯的 comfort zone， 的确是会有很多的考虑。但是其实做些什么都会有得和有失，但是我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当你知道是为了将来有多个选择的时候，你就要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新挑战。希望在明天。